我的名字叫 Billy Go。当我出世的时候，Teo Chew bookstore 已经存在了。从小呢，我们就在 bookstore 里面长大。我接手我爸爸20多年都有了。以前在 New Market Road， 现在的那 MOM 那边哦，搬过来大概有30年有了。普通的 bookstore 以前来讲哦，他们都是卖这些 stationery 啦、文具啦，这课本。我们那时候比较专注重这些潮州方面的书籍，而且我们也卖潮州乐器嘞，笛子啦、箫啦、二胡啊。现在没有卖乐器了，真的很少。现在已经慢慢在改变了，而且潮州方面的书哦，也是没什么人，没什么人懂得看。也没有什么人，也没有兴趣看。我们以前卖的那些潮州方面的书啊，没有了，没得找。现在还有 internet， 人家找教科书 internet， 当当当当出来了，不用去买课本了吗？以前要买参考书吗？现在那参考书啊，所以时代不同了嘛，变得不同了。老实讲哦，我有3个孩子。他们都不想继承的，所以现在就是说，我能够做多久就多久。总有一天不能做的话，潮州书店就变成历史了。